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大消息，就是最近人类史上最浩大的一次北极科考行动结束。他们虽然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疫情，但却发现了一个噩耗，就是北冰洋正在死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看。北极是地球上人类最不了解的地方之一。去年九月，由德国组织的全球科学家大联盟北极考察项目 MOSAIC 开启序幕，乘坐着挪威北部的破冰船极地之星，前往北极这座移动城堡行驶。科学家们在这艘船上度过整整一年有一个月的时间，研究北极的气候、生态系统、土壤、冰层等等。这艘巨大无比的破冰船也成了临时的北极科考站，每天体验着北极特有的漂移。这块北极海冰会如同北极其他大部分冰层一样，在从冬到春夏的温度变化中不断地向无冰的海洋飘去。而这个漂移的科考站也设置得十分精妙，牢牢驻扎在这块巨大的冰面上。科学家和极地之星一同体验了这自然又非比寻常的北极海冰融化完全过程，但一离开北欧就震惊了，这船的速度相当快呀，快得有点不正常。因为一路上全是破碎的浮冰，阻力很小，几乎毫不费力就一路往北抵达了北极地区中心地带。到了之后，科学家们每天都非常认真、小心又努力地工作，因为这里温度直达-40°，让所有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但他们身上肩负着全人类未来，所以他们每天钻探、采集样本和实验研究这些略显枯燥的安排。直到7年后，这一船的人类前线哨兵终于每个都不少的回到这个被新冠笼罩的世界，只不过被这次科考震撼了，因为有科学家发现10月底了，北极边缘海拉普杰夫居然还没有开始结冰过程，这个打破记录的现象让人心忧。而科学界研究表示，北极在未来几十年恐怕会彻底无冰，这个时间最快可能快是几年后，这一天是可期的。而且当北极海冰消融，原住民的捕猎活动会受到巨大影响，而更惨的是连搬家都没地方去的北极生物，他们无法捕食，无法成功越狱幼崽，还有北极海洋下深埋千万年的油气资源也将成为了鱼肉。北极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最初是否就是这样被人瓜分掉的呢？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